为人妻子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如果有人明知道你有老公，依然给你表白追求你，你自己一定要明白。你说，你都结婚了，那些男人图你什么呢？图你身材好，还是图你好看？和以前的自己对比一下，你觉得可能？还是说，图你温柔贤惠，图你是一个好妻子、好太太？讲真的，这句话说出来，你自己不觉得可笑吗？所以你说，他图你什么？错，他就是图个刺激，图个新鲜感。有可能你会说，如果不是因为现任又这样那样的人，你就触碰自己的道德底线。生活不是因为什么？谁的生活不是因为什么？别为堕落、放荡、软弱、害人。赚大钱的人在抬头看路，赚小钱的人在低头干活。谋事要找手头宽裕的人，做事要找手头拮据的人。家里从商从政，一定要多听父母的意见；家里务工务农，就尽量远离父母的认知。当面夸你的人要多加小心，背地夸你的人要多加联系。与熟人相处要莫露富，与生人相处要莫露穷。朋友们切记，若是时运不济，就择一夜谋时养运，等一运咱们再扭转乾坤。